哇，这个鸡真的太诱人了。Hello， 今天吃一只烧鸡，这个是黄鼠狼烧鸡，还有元气森林的新品海盐菠萝口味的气泡水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香啊，特别特别适合夏天，很清爽。老粉应该都不陌生这一只烧鸡了，我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有吃了，番禺附近的店好像都倒闭了，然后我特地跑到那个天鹅区去买的。哇，但店名还是没有变，还是叫做黄鼠狼烧鸡。这个鸡真的太诱人了，它味道还是没有变的，还是那么的香。海盐汽水真的很好喝，特别适合夏天。还有这个夏黑葡萄口味的也超级好喝。超级的解油腻。那我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啦，拜拜。